你来干啥来了？啊，你来干啥来了？哎呦，哎呀，这个造型你瞅瞅，又来骗我感情来了吧？是不是？啊，哎，一天骗吃骗喝骗感情的。我看现在几点了？19:33，7:30了，是不是该吃饭了？啊，妞，是不是该吃饭了？啊，你哄我一下，我就今天晚上就给你吃点好吃的。你哄我一下。黑妞，哎呦，来了，哎呦，嗯，好了，妈呀，好了，你瞅瞅，这哄我来了，行了，好了，可以了，行了，差不多得了，我外人好哄，两下就行，啊，哎呀，好了，来吧，给你弄点好吃的呗，是不是今天？哎呀。你上后边的，要不我打你了啊！坐那儿，嘿，打你了啊！坐这儿，老实坐这儿等着，不许动啊！这个咋整？这哈喇都铲出来了。这骨头不能给你吃，这吃骨头就给你扎肠子了。别着急忙慌的，好，走。干啥？那多吃两口啊！那好好，哎，好好嚼着啊，不嚼就咽了。别，都是你的，我不跟俩抢，我中午我都吃了。咱俩说好啊，这下一顿是什么？下一顿就吃狗粮，知不知道？对，嗯，这是羊排。嚼嚼啊，那也得呀，多少嚼两下呗，你不能葫芦吞枣啊，呀还来抢的呢。好了，吃吧，这骨头应该没有了。这家伙，等会儿，这还有一块带骨头的，好了，走。哎呀，这家吃的，哎呀，吃，走，使劲。哎呀，你瞧瞧，他没忘本呢，吃啥都得吃干净的，对，把盆舔干净的啊。你白菜叶都不能剩，你知道过日子嘛，是不是？过日子就得，哎呀，你瞅着，这家伙啥都没剩。行了，那我擦擦脸来，过来，瞅着这家吃，擦擦脸，别动。吃完了，是不是下去消耗神了？该呀，下去溜达一圈吧。啊，走。下车溜达一圈。
这一天造的没样了，去吧，溜达去吧，这别走太远啊，就在附近溜达。这狗跑人女厕所去了，出来打你啊！上女厕所了，我都没去呢，你去了，真有意思。来，过来，来，等等，过来，来，我看，哎，过来，你看还知道抖了呢，倒这么埋的，等等，我现在待这个地方就是囊谦。然后过了囊谦，囊谦应该是个县，过了囊谦县，这214国道，这有一个加油站，就停在旁边了。今天晚上就在这住了。来，你瞅瞅你造的，你瞅瞅你造的，打滚，打你，不许打滚，埋汰知不知道？上车，上车去，过来，来，我们擦擦，来，好好给你擦擦，我整一身灰，你瞅瞅你。过来，来，不许打滚，听没听着啊？不许打滚，知不知道？你这打滚多埋汰呀，整一身灰。那找干净地方打滚也行啊，草上了、雪上了，都可以打滚。那还搁这灰地上打滚，那么你得不得整一身灰吗？啊？是不是？来，手拿来。一会儿擦完就不许下车了啊！来，那个，这个，一会儿擦完就不许下车了啊！下车又踩埋汰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哎呀，好了。这边肚皮，来，后腿，来，后腿，过来，要干啥呢？你瞅瞅，要干啥？别闹，吃饱喝得，收拾完毕了，该睡觉了。睡觉去吧。这是我吃过最实在的羊排砂锅。看过多少个羊排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看，这还有呢，21。这俩全都是羊排，瞅瞅，吃到最后还没吃完呢。哎呦我的天！然后底下你看，整个一锅就这点青菜，剩下全都是肉。得给黑妞带一份回去，你瞅瞅，我让老板给我做一份。老板。能不能再给我做一份羊排？啊，再做一份羊排砂锅。再做一份。然后呢，不放辣椒，不放盐。就放辣椒，不放盐。你听我说，我养了一只小狗。啊。我想把这羊排喂小狗。好。啊，完了之后你就是给我，那菜都不用放了吗？菜放白菜。放白菜是吧？白菜和羊排就行，然后我煮熟了就可以，我不要放盐，不要放那个辣椒就可以。好。啊。第一次。
吃过这么实在的砂锅了，而且还是羊排。两份多少钱？70。两份70，确实实在。这家一半锅都是肉。对呀。啊。你像我这挣了几千，是吧？是啊。羊肉本来就贵啊。对呀。羊肉哎，刚才去了，他切现在那个，他中间地方边上你拉不能用。嗯。带个金枪独立的还不能用，其实中间的全是开骨，对呀，贵一点。嗯。你切完了还是。你这一锅得有两三根排是吧？对对、哦、太实在了。昨天我吃个牛肉砂锅25。这多少？还行，也可以。这多少啊？我这是说6两肉的。6两肉是吧？6两肉的，你看。啊、哦，昨天我吃的也挺实在的。是的，他没有，我以前在那是25块，4片肉，他给放了4片肉。25块4片肉。啊、嗯，这个先放点大白菜。这我昨天吃个牛肉砂锅也挺实在，然后今天我来你这个吃个羊排砂锅也实在。啊、嗯，这羊排都是就是好几十块。对呀，这羊排本来就比牛肉贵多呀。对呀、啊。就是全国溜个玩呗，啊，也不知道最终在哪里，反正就是一直在路上溜达玩。嗯，开车。就我自己。对，带着一条狗。喜欢独来独往，就喜欢一个人，不喜欢人多。你们不是这里的吗？安徽的，安徽哪里呀？六安啊，啊，我是东北的，但我朋友是合肥的。筷子不用，嗯，筷子不用。到晚上凉了，我就给它一拌，然后之后给骨头给它去了就可以了。可以啊，谢谢啊，好生意啊。哎。妞，看，给你买的羊排啊，但是这得晚上吃，晚上吃啊，这个留着晚上吃，留着晚上吃。好，想没想我？啊，想没想我？哎呦，快，给我撒个欢，快点的，快点的，给我玩一会儿，快点的。哎呀呀，好了。那我看看，我看这牛肉干，这是牛肉吗？哥，好不好吃？妈。不好吃，有点咬不动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嗯，哥，好了，嗯，这么馋呢，你这。妞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呀呀呀，扯着，有点胖了。好了，休息吧，一会儿咱赶路啊。好了，妞，咱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咱赶路，吃饱喝得，咱得出发了，好不好？额雅拉垭口。海拔4499米。
看这大哥应该是牧民，这是雪山，可这山上全都是雪，我感觉我今年就没过过夏天的，现在是5月31号了，明天就6/11了，然后你看这地方还这样的，这是海拔高，这地方凉快啊，我就感觉我今年呢这四季都让我给看了，就是在一个月之内领略了四季的变换，什么春天春夏秋冬，我现在这个季节就像冬天一样，然后去甘肃啊，那个时候那热的就像夏天一样，哎，好像没有春秋啊，没经历春秋呢。我现在这是214国道，黑妞在车上呢，我就不让她下来了。这地现在太湿，全是泥。如果她一下来，那一撒欢一打滚，打一身泥，那就没法上车了。干啥呢？这是啊，整我这车这脏。你看，又上这儿了，快下来下来下来！哎呦我的天哪，我这车现在打暖风呢。啊。冷，哎呀呀呀，这喝水还能噎着，你这是喝水塞牙缝，你这哪呀，你瞅这喝过一身的呗，今天就不让你下车了啊，就在车里玩一会儿得了，哎你瞅瞅，快下去下去上后边了去，哎这可不是开玩笑呢，走了啊，别闹。接下来我就要走蜿蜒崎岖的小路，这就是214国道呢，这是，哎呀，这当年你说修建这条路的工人多么辛苦啊，这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工作，其实窗外的风景还是很美的，可惜呀，就是没有地方停车，这地方不让停车呀，而且在这国道上停车有点太危险了。兄弟姐妹们，这块我必须停车下车给大家看看，看看对面有个雪山，这云蓝天，哦，太美了，此地不可久留啊，我得马上上车走，快来快来快快回去快回去，哎，你这天天这你就要鸠占鹊巢啊，你啊，你总想来开车是不是，你是不是总想来开车，快别见了快别见了，去后边去去啊，这不是见的时候，快啊快，这是有这上这来睡觉来了吗，啊行啊，你躺着睡一会儿也挺好，消停一会儿是不是，你看这你这一天多舒服啊，困了就睡觉，饿了就吃饭，然后到风景好地方你还得下车玩儿。你这一天我就成着你的专职司机了，是不是牛啊，这条路挺好吧，在两个大山之间劈开了。这当年修这路多不容易。哎呀。好大一个坑啊，西藏小瑞士魅力内乌旗，昌都内乌旗县旅游局，现在我已经进入西藏了，进入昌都了，经过弯道，看这有点小瑞士的感觉，这山这树这蓝天这白云，回来来，这就西藏了，昌都市的内乌旗，从早上9点出发，现在是3-4个小时，也走两百多公里。
鞋都开这会儿，我这一走就舒服了。黑妞，黑妞，上来了。我这坐一会儿，这玩一会儿。妞，嘿。啊，看见马了，是看见马了。我给他整车去，要不然这家伙又该疯狂了。过来，完了，出不了了。快快快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黑妞，你看完了，被看着马了。黑妞，黑妞，黑妞，快回来！这见着牦牛跟牦牛干，见着马跟马干，马踢你啊！哎呀，上道了呢，快回来！黑妞，哎，跟马干上了呢，快回来！黑妞。快回来，快回来，黑妞！那马踢你呀、啊，你那一个腿绊不就给你撂倒了吗？快来，走，走，走，回来！这家伙你胆儿可真大呀，跟马干着你，你能干过人家吗？可别瞎跑啊！啊，这不老实，你瞅瞅你，给人家私奔了你！别跑啊！好了好了，我看见秃鹫了，大秃鹫，哼，这么大大雕啊，这是，飞了飞了，这么大。又飞了，这家起步挺快啊！哎呦，这家这么多呀，好几只呢，看，看，哎呦，这家伙这么大竟然能飞起来，看，哇、哦，大秃鹫，行了。不打扰他们了，看看得了。哎呀，太好玩了！秃鹫第一次，不是第一次看见了，看见过好几次了。但是前两次拍完视频都让我弄没了。这块有大秃鹫啊，它这有那个死的牦牛，它甚至来吃那个牦牛肉。行了，我得上车走了。甲黑鸭河垭口，海拔4118米。这海拔4000多米。我想跟黑妞去那山上玩，把车停那个边上，然后带着黑妞去那座山玩，溜走一圈。这黑妞又着急了。等会儿啊，下去来，下喽，咱俩上这山上溜达一圈去啊！哎呀呀呀，看看能不能挖到虫草。海拔4000多，应该有虫草，但是这座山不知道能不能有，是不是妞？哎呀，又开心了，嘿嘿。可愿意来这种地方玩了。现在在214国道上，是玉树通往那个，什么昌都，然后大概还有几十公里就到那个叫囊什么来着？囊谦，对，大概还有100来公里吧，就到囊谦了。然后我看这块风景挺好的，这是一片大草原呢，和黑妞下来玩一会儿，这就开心了，是不是黑妞？黑妞，咱俩比赛，看谁先爬上去，好不好？不行，
这海拔4000多米，这容易高反，不能跑，不能做剧烈运动。快快看看谁先上，看谁谁咱俩谁先登顶啊！看你四条腿厉害还是我两条腿厉害？走，这个高原呢，还是不能做剧烈运动啊！我真是太相信自己了。这个他跑完了，他气儿不够用啊，半天缓不过来呀。但是我是没有高原反应。哎呀，看来不跑好了。跑那么两下就气儿不够用了，感觉肺呼吸不够用了。哎呀，有虫啊。哎呀，给我吓一跳，这海了有虫没有草啊。哎呀，看黑妞多厉害，爬那么高，我估计他也气儿不够用了。这次我的天，有点玩辣了。我一直以为自己不高反，可能是我刚才跑那两下跑的，现在我就一直感觉气儿不够用。我现在还差这么远就爬到这山顶了，我已经从这下边爬上来了。哇，风景还是很美，就是有云彩，如果要蓝天就漂亮了。马上快胜利了，哎呦，现在这感觉就是心脏砰砰跳，然后这呼吸道这块有点疼。没有大事，下去就好了。现在这个海拔4000多米，有点高啊，然后有点喘呐、啊。哎妈呀，不会吧？我爬上来的不是顶啊，还要往上走呢。我可不往上走了，再往上走，我估计我就下不来了。妞啊，回来吧，来。快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别往上走了，看那边，还有个雪山，雪山上面全是云。黑妞，黑妞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来，快来，来！呀，慢点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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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，慢点跑，慢点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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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跑，慢跑啊！你不高反吗？你啊，气儿够用吗？啊，慢点跑，慢点跑，哎呀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又开心了啊，又开心了啊，妞儿。哎呀，这家伙又打一身泥呀、啊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踹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打一会儿就得了啊、哦，玩一下得了。好了，脏，这地上脏啊、哦，全是土。别做剧烈运动啊。我现在休息一下，感觉好多了。其实没高反，就是有点气儿不够用。四外这山还是很美的，挺漂亮嘛。好，四周看完了，走啊，咱俩打道回府吧。啊，这是你这海拔4000多米，打一个滚可以了吧？啊，没算白来是不是？我咱俩下去吧。这样的。你说，嘿，妞，嘿，嘿，嘿，来，擦擦。哎呀，这大胖墩儿，这大胖墩儿，哎呀，一身横肉啊！你瞅瞅你，走了，走，往下走，慢慢走。完了吧，
小样儿，你也累了吧？等一会儿啊，等会儿给你接点水喝，休息一会儿。看这小赖皮，小赖皮，小赖皮，就趴着睡觉来了。这是刚才玩累了，上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，一顿撒欢，一顿狂欢，一顿跑，然后下来就消停了，你给往这一趴就睡觉了。行了，你睡吧，我不跟俩聊天了啊。我要看看前边的树了，我见到绿色了，我见到绿色了，看看，这树竟然树叶绿了，哎呀呀呀！一见到绿色，我的心情都好啊，太不容易了，这跑了好几天了，这没见到绿色了，没见到树了，现在我要见到树都感觉特别亲切。哎呀，让我帮你查路线吧，这个我更擅长。啥玩意儿呢？我让你查啥呀？加油站。